各位老师、各位全友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是2023年2月13号。那么，我记得就是春节以前呢，我们是讲到这个白蛇吐信。今天呢，和大家一起讨论呢，就是十字手转身。十字腿，另外呢，练习蛇身下势以后，上步弃信，退步跨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我就3月中旬就要离开，所以就是我想抓紧的把整个一套拳向大家介绍完毕，以帮助大家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体系。那么。就是说，我们就大家是从元宵以后，今天感谢顾老师、陈医生还有几位拳友一起来看我，所以我就抓紧把他们抓住，然后呢，就是说把这个任务完成，和大家一起分享十字手、十字腿、上步弃信、退步跨虎。一般来说呢。太极拳呢，有很多拳友都认为很难。为什么很难呢？就是说学样子的人，他要水平提高一步，也就是说从小学进入到中学已经是很难，然后从中学进入到大学又很难。可是呢，对我来说呢，就是其实太极拳是很容易的。为什么呢？太极拳无非是圆的扩大。缩小、旋转，所以呢，整个的太极拳，比方说白鹤亮翅，比方说柔膝傲步，比方说闪通背，比方说斑斓锤，都掌握一个圆，所有的动作都是在圆里面的扩大、缩小、旋转而变化产生的动作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去理解太极拳的拳理。可是呢，太极拳也很难，难在哪里呢？难在这个旋转。这个旋转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的编了以后呢，要有一个中心，就像一个皮球一样的，它这个中心是看得到的，可是看不到的中心呢？起的作用是最大的，所以我们在太极拳里面呢有很多架子，比方说十字手，比方说上步弃信，它是看得到的交叉点，可是有很多动作是看不到的点，比方说云手，比方说柔膝傲步，它这个交叉点，手和脚的交叉点是虚的，看不见的，就像皮球的中心。这个点是看不见的，可是呢，作用非常的大。我们在太极拳里面呢，练习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去找到这个点，这个就是难了。那么自己要去体会每个拳架子里面去体会这个空点，还有呢，就是说通过这个边缘和中心之间呢。边缘向着中心走，中心向着边缘走，边缘向中心，中心向边缘。练到最后其实也简单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拳架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只是一个想象、影像、影子而已，都是在动。我们要符合这个原理，根据这个原理去练习就比较容易。那么我们也要知道，开始我们讲。太极拳攻于几安的时候呢，主要是以讲边缘为主的，比方说单边，比方说斑斓锤是讲边缘。那么现在练到以后呢，最后呢，你比方说这个叫什么呢？十字手，十字手的时候呢，就是讲交叉点了，就是在体现出这个中心点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还有十字腿，十字腿也是一个中心点，在胯上。还有上步弃信也是一个点，
肺部夸壶也是在胯上那个点去找中心点。现在我们重点是这样，太极拳的整个拳架接近尾声，但是呢找中心点非常的重要。好，接下来呢我要练一下拳架子，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就根据这个原来的思路概念，刚刚我讲的概念，那么现在呢是练习，然后纠错，然后试镜和运用，最后呢我们用这个太极拳论的依据作为结束。好，比方说我们分段练习，比方说是单边，然后呢高探马，最主要的是注意十字手，十字手转身，十字腿回收。我再来一遍，单边高探马，十大式弓腿，上步气性，退步胯虎。再来一下，单边蛇身下势，上步气性，退步胯虎，十字手十字腿，上步气性，退步胯虎，练起来很容易，我们看起来也很容易，可是呢它的意义我们必须知道，所以呢用法也非常精彩，所以我们应该要重视。接下来我们请顾老师试试看，单边高探马，十字手转身，十字腿，非常好，你就练这个蛇身下势，上步气性。蛇身下势，上步七星，退步跨虎，练得非常，练得比我都好，我没办法讲了。但是呢在这里为了向大家解释清楚要点在哪里，我还是要讲几句。比方说单边，单边以后呢要注意这个手从这里合上去，千万不要这个横的过去，这个横的是平面运动，这个是立体的运动，这个是很重要。然后呢高探马以后呢，他这个手直接是用胯拖回来的，想象当中有一个拳过来，胯拖回来捋挂，然后十字手，这个十字手呢正好放在这个肘这里产生一个十字，那么关键是要有个交点，这是一点。另外呢就是说十字腿的时候呢要从胯里面打开，慢慢慢慢打开十字腿，手要撑出去，手要撑出去，这个是要点。然后呢上步气性的时候呢，它这里过去上步气性，这个手要向那个方向打，这个手要往那个方向打，形成一个交叉点，形成一个交叉点，你练的时候有点平，稍微这个角度放好。然后上步七星以后呢，退步跨步呢一定要有这个提起蹬腿的意思，要有蹬腿的意思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试镜，比方说十字手，你看啊，就是说你打高探马打好了以后，高探马是吧，好，然后呢这个过来，你十字手打打看，这个定不来，打不出来。是什么意思呢，你这个手啊要往那里伸，这个伸伸伸伸伸，
这个身呢你就出来了，出得来、嗯、所以这个两个手一定要横出来，就等于是你这个手要想出来、啊、你出来你就推出来，推不出啊，你这个手要往那里伸，你就出得来了，你看到就把它挤出来的。我们这个静啊，就是在动态上的，不能在静态里面，你有静态字了你就出不来了，所以这个手是这样的，你看在这里呜、这样就出来了是吧，啊用不着我试了啊，你已经试好了。然后十字腿，你看我这个手放在这里，你想办法把我挪掉，蹬腿蹬我，啊那不错啊，你看这再来这不错、啊、你看啊，你放好，然后放在这里是吧，他这个手啊你不要去崩他、嗯、是在他这个空间里面分开的、分开的、是这么打开、打开往外撑、打开往外撑、那么你就可以蹬了，理解这个意思。所以呢你这个一定要清楚。好，另外这个叫什么呢，就是说上部气性、上部气性你打我这个胸、心比方说、打心脏啊，啊你打我、你看你能打我、对，你看一定要交叉啊，很好，对，打得很好，就是说这个两个手啊、你看上去一个是虚手、虚的虚手很重要，你一定要有交叉、然后打，对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退步跨虎啊，退步跨虎也是这样、你看你打就走不错、就说你往上翻、往上翻再往后滚，再走、退步跨虎的意思什么意思，你放好、你看你打我，我是往后倒、我能往后倒，其实是一倒晃下去、就好像是一个老虎扑过来、我往后一倒晃一下，对对对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要一次、对，理解吧，你有这个范围了。那么现在呢用法呢你试试看啊，就是说十字手，我打你一拳，你用十字手试试看啊，我打你啊，十字手啊，十字手啊，你看就是我打你一下，好，过来，对，你看你一定要合起来打，你打我，他这个你看吹一下吧，或者是穿眼睛，你看你再过来跨过去挂了穿眼睛的、是这样的啊、所以呢我再来一下，对，哇，这下好，这下打得很好的。那么好了，那个十字腿也是的，我这样的你看跨、对，很好，非常好，上步去信，我全打你啊，你打好啊，对，还不对啊，你打我过灯、他要把它移开来啊，你看好，对，这个好，可是打的时候再往上一点，45度跨站过，你这个太平了，再来一下啊，对，很好，对吧？退步跨虎，退步跨虎，好，对，哇塞，太好了，所以我们练拳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意境给练出来，十字手跨过来，唱上去，十字手是吧？然后十字腿打开，画十字腿，啊，然后呢，跨过来呢，它是打上去，是叫什么的？上步屈心是吧？上步屈心有的时候不成功，退步跨虎，所以呢，它是连接起来的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你做得很好，进步很大，过年以后进步很大，可能春节吃的比较好，进步很大，也很开心。好。那么接下来呢是讲一下这个拳论的依据。拳论的依据呢当然有很多啊、可是呢最重要的是立身须中正安舒支撑八面。就是你先要有一个自己要中正，然后呢用起来呢你先把它一个焦点给找出来。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焦点找出来。在这里的时候这个焦点在这里找出来，那么所以动作上步屈心也是一个这个焦点非常重要。其实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通过边缘焦点而产生的，然而呢这个焦点呢
又是比边缘更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它是虚的，虚的呢就比较难找，所以呢就是说一定在练的时候去体会，然后在推手的时候体会焦点。还另外一个呢叫性未令，气未齐，腰未到，也就是说心是一个命令，然后呢要布气，要我们周围都有气氛，然后呢认准了一个中心，中心就是焦点，也就是说腰就是轴，轴就是一个终点，相等于是这个皮球的中心，这个很重要。最终呢是一个比较非常虚的，它在十三式歌剧里面有一个讲法叫气内松风内松进气腾啊，也就是说它虚虚的放在那里，到以后是虚的，无形无相，自然透空的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如果是推手的话呢，就是说把这些动作就联系起来，你看啊，我这个过来，你看他这个过去，你看十字手，是吧？啊，在这里你看，夸这里，十字手就可以用了，哪怕往下面用也，下面用也可以的，这个十字手都是可以用，你试试看，在这里，一定要你看，他这个女挂绳，女挂绳过去了以后是这样的，好，然后呢，他这个你看跨过去的，这蹬腿就能够蹬出来了，然后呢，在这里的时候你看，上步屈膝，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上步屈膝，然后就是说如果上步屈膝不行。退步跨步，退步跨步，所以呢，这些动作一定要练得很熟，然后全刃很熟，在我们的心里面形成一个好像一个影子，一个影子的走，不要停。所以他在这里的时候，跨就到了，然后你看，是吧？你看看，自然的，好像没有阻挡的。你看我这个过去，你没有阻挡的，为什么没阻挡？是一个影子，是一个能量，是一个。势能在打人，所以太极拳到以后，你比方说你打我，就他是没有动作的，他是基本上是没动作，一接手就打你了，没有动作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要把太极拳呢，就是说首先要练习它的过程是扩大、缩小、旋转，那么从这个边缘去找到中心，中心再往边缘，那么扩大、缩小、旋转，产生出所有的。绷、捋、挤、按，好，然后呢，单边、搂小步，所有的动作都是要去找到这个原理。所以呢，练习太极拳不是拳架不是目的，拳架是为了找到这个原理，从这个原理里面产生能量，然后呢，就可以运用变化无穷，好不好？非常感谢顾老师，感谢陈医生和其他几位拳友，就是和我们一起练习、学习、分享太极拳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最后一次是练习这个双百连和弯弓射虎，然后呢，我把整个的拳的要点再和大家理一理，那么就算是我们。把整个拳架介绍完毕，谢谢。